尼提安登，大家好，我是马尼提卡拉萨南达。我的师傅尼西亚南达大师呢，是印度教最高教皇、普世灵性导师、圣尊尼西亚南达帕尔玛希瓦上师。人生呢，是帕尔玛希瓦，这个是师傅讲到的第五个力意识，它呢在现实中的显化，宏观的显化，在我们个人微观呢，就是我们是意识的化身，整个宇宙是帕尔玛希瓦。它的意思是说呢，宇宙是活的，人生是活的，它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跟我们断开，无法跟他交流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的存在，事实上它就是一直是一个单独存在的意识，单独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它呢在跟我们一起呢生活在一起，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只要跟人生积极的对话呢，你都会知道人生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样与我们隔绝断开的，它是一直在听我们讲话，而且会有反应的。这个就是人生是帕尔玛希瓦，在这两天呢，有一个我身边的这个同修，他就说我遇到一些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结果在第二天呢，我还正好想要回答他的时候，他就说我已经找到答案，因为他在帮助另外一个人圆满的时候，同样的事情，完全一样的问题，就是对方的问题，他在帮这个人圆满的过程中，自己也圆满了自己。类似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我们一直呢不是和这个人生脱离，或者是人生有他自己发展的轨道，跟我们完全分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是呢人生与我们同在，我们是和人生共同创造人生的。也就是说，帕尔玛希瓦这个意识呢，这个智慧它是和我们一直交流的。当我们有这个觉知，主动的跟人生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任何恐惧的必要，没有任何担忧的必要，因为人生总是会给我们答案。比如说，你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路要往哪儿走，你要选择什么样的职业，你要选择什么样的未来，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比如说转行，或者是成家，或者是要去哪个国家等等，所有这些，当你无法决定的时候，你都可以跟人生积极的对话，人生总是会给你答案。包括呢尤其是我们有上师的这些信众，是尼西亚南达大师点化的信众，我们就更加和人生交流的速度就更快，因为我们的师父就是人生的化身。像师父在开始中讲过，只要你跟我的 Atma Mukti 或者 Atma Linga 对话呢，我就一定显化，一定给你答案，让你知道我是存在的，我在你的身边。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讲是最简单最幸福的，就是有任何时候有任何想法，包括好和不好，或者困惑，或者只是想要分享，都可以给你的 Atma Linga 或者 Atma Mukti 对话。如果你没有这些，可以把师父的像打印出来，就是张嘴跟他讲，其实就这么简单。不管你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困惑苦恼，都拿出来跟师父讲，包括你的快乐和成功，师父也会庆祝我们的快乐和成功，也会去解决我们人生所有的问题。所以呢，其实证悟圆满没有那么难，人生有卡点对于有上师的人来说更简单我也希望所有同修大家都能够利用这个方法呢去真正的实践，不要让自己陷入到无力感，觉得没有解决方案，没有支持的这个力量，这样的困境和幻象中。师父是一直对我们所有人敞开的，他一直都可以给我们所有人解答，方法就是你呢用他跟他对话这个方法去表达你的心声，自然而然你会看到他会通过你身边的人显化，通过一个思维显化，通过身边的一件事显化，和各种各样的机缘显化，你就会知道师父是听得到，而且他确实是在帮助我们提升的。所以也希望所有同修都利用这个方法呢，让自己从所有的困惑当中走出来。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Nityananda》。